OPPO 近期在台湾推出 OPPO Reno 6 Pro 以及 OPPO Reno 6两款机种，其中 OPPO Reno 6 Pro 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70处理器，属其中相对高阶的选择。这款新机适合怎么样的消费者入手呢？每周三到五分钟，请锁定新的新生活，带你新发现，搞懂3C大小事。第一次来的朋友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Reno 6 Pro 5G 荧幕介绍。OPPO Reno 6 Pro 5G 配置 6.55 寸 FHD 加 AMOLED 挖孔曲面荧幕，解析度为 2400x1080 双曲面，拥有 92.1% 的荧幕占比， 100% DCI-P3 色域，通过 HDR10 加认证，支援 90Hz 荧幕更新率， 180Hz 触控采样率，正面覆盖第五代康宁大猩猩玻璃，有效增强荧幕保护力。 Reno 6 Pro 5G 外观介绍。OPPO Reno 6 Pro 5G 结合双曲面机身设计，背盖采用 3D 曲面玻璃，搭配 Reno Glow 星钻工艺，机身长度为 160.8 毫米，机身宽度为 72.5 毫米，机身厚度为 7.99 毫米，机身重量为188克，打造星河闪烁般的美丽效果，共有极光蓝、暮光灰等配色。 Reno 6 Pro 5G 电力介绍，配置4500毫安电池，支援65瓦 Super VLLC 2.0 超级闪充，充电5分钟就能追剧4小时。Reno 6 Pro 5G 软硬体介绍。OPPO Reno 6 Pro 5G 预行 Android 11作业系统 ，ColorOS 11.3 操作界面，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70行动平台，配备 HyperBoost 4.0 引擎，有效提升手机运作效能。内建 12GB RAM 加 256GB ROM。支援 5G 加 4G 双卡双待 SA NSA 双模，具备 WiFi 6、蓝牙 5.2、NFC 功能。 Reno 6 Pro 5G 游戏模式介绍。 OPPO Reno 6 Pro 5G 内建游戏模式，提供游戏闪电启动功能，可快速开启游戏并阻挡讯息干扰，搭配 X 轴线性马达，还能强化游戏手感，带来最真实的游戏反馈，结合杜比立体声双喇叭，拥有沉浸式的影音体验。Reno 6 Pro 5G 相机介绍。 OPPO Reno 6 Pro 5G 后置5000万画素主镜头， Sony IMX766 YS 加 IS Dual HDR 加1600万画素119度超广角镜头，加1300万画素长焦镜头，5倍混合光学变焦，20倍数位变焦，加200万画素微距镜头，主打光斑人像摄影，提供斑斓梦幻的背景模式，搭配 AI 录音美颜 2.0，具备8层美颜调节技术，有效去除人脸瑕疵，加强肌肤光滑感。前置3200万画素镜头，支援美颜、人脸辨识功能。Reno 6 Pro 5G 评语，不难发现 OPPO Reno 6 Pro 在外观、手感、游戏体验、续航快充以及影像拍摄等方面均收获了不少的好评。高颜值影像手机确实名副其实，其能够在手销中取得线下线上双开花的好成绩，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若你也觉得不错，下方资讯栏有提供手机购买链接，想购买的话可以快去比价购买，也有我推荐的 OPPO 周边商品。感谢观看这次的说明介绍及展示，就到这边结束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加分享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